捣成泥，加软糯香甜的能。万万没想到，一个红薯炸到丸子飘起就可以吃了。原来是这样做的，裹上面包糠和芝麻，五成油温下锅炸，炸去压出花形，奶香浓郁的奥利奥月饼就可以吃了。裹出好看的红丝绒蛋糕，150度烤。裹出好看的红丝绒蛋糕，150度烤，不用烤箱就可以做梦幻的星空雪媚娘。叠豆花加开水，加雪媚娘粉，揉成团，分就可以吃了。也可以做出会爆汁的蓝莓酸奶蛋糕，3勺蛋糕粉，搅拌均匀，烤20分钟。也可以做出会爆汁的蓝莓酸奶蛋糕，3勺蛋糕粉，搅拌均匀，烤20分钟。紫薯雪媚娘，一紫薯打发3分钟。只要你家有大米，就可以做好吃的大米发糕，泡冰箱冷藏2天。一袋松饼粉，罗烧就可以吃了。揉成团，起做软糯拉丝的雪媚。